让你跟不上我，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，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，我看你怎么判我。在等到速滑赛场上，王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，进了两届冬奥会，荣获四枚金牌，两度刷新世界纪录，参加了八届世锦赛，荣获21枚金牌，职业生涯七次打破500米世界纪录，连续4年保持全胜战绩，真正把竞技体育做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，凭借一己之力将中国短道速滑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更是将女子500米带进了恐怖的43秒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，王蒙在预赛和半决赛上演背手阿金，韩晓娟两破世界纪录，这种感觉就像博尔特到我们学校参加100米比赛，张怡宁和我对打乒乓球，简直就是玩虐。时间来到激动人心的决赛，4名选手将争夺冠亚季军，乍一听中奖率还挺高，足足有75%，除了王蒙已经提前锁定金牌，剩下的3名选手将争夺亚军和季军，这种4人参赛3人得奖的比赛，最后尴尬就是没得奖的那位了。